单车，骑仔，蓝色头盔。喺我一身咁醒目嘅装束，我谂聪明嘅各位都估到，今日介绍嘅系警队护送组。话明护送组，顾名思义，专属护送任务。人员会根据行动需要，经过风险评估之后，配合适当嘅护送级别同车队阵式，务求将护送嘅对象最快、最安全咁护送到目的地。依人，我哋而家出车啦。Yes sir。护送嘅任务不容有失，正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睇下你一身好似平平无奇嘅交通保护衣同埋头盔，其实大有学问。我哋有专属嘅颜色同埋标志，为咗俾我哋喺任何地方執行任务嗰阵，可以即时辨识到护送队嘅人员，唔单止可以促进行动效能，仲提高装备嘅一致性添。讲到装备，不得不提我哋护送组专属嘅座驾宝马1250电单车。上年年尾正式投入服务，不论系外形、性能定安全保护装置都有所提升。二人识啲嘢喎。回归25周年在即，护送组作为接待国家领导人最前线，而家换上新拍档，能够更加安全之余，亦可以向全国展示香港警察嘅专业形象。呢集时间差唔多啦。二人，俾翻个头盔我咯。阿 Sir， 唔系预我开工嘅咩？